接着我讲，就是关于 data frame 里面时间序的使用。刚刚我们说了这样一个PD 的 data range， 对吧？这个方法能够生成一个时间索引。然后 PD 的 to data time 这个方法呢，能够把一个时间字符串转化成 plus 里面时间类型。那么转化时间类型之后，人索引之后呢，又能怎样呢？能怎样？就是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重采样的操作。那重采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之前，比如说一个时间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这样一个精确到秒，对不对？这样一个时间，比如说17:10:52，有这样一个紧急事件发生，对不对？那么11:29:21，有这样一个紧急事件发生。那么现在我们不想精确到秒进行统计，我们就想看天，我们想看一下2015年12月10号这一天有多少条紧急情况发生，或者说我们想看一下2015年10月份这一天不同的紧急情况发生的一个次数。这个时候呢，相当于我们之前统计是秒，但是现在我们要统计天，对吧？这个把这个统计频率的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呢，就叫做重采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将时间序列从一个低频转化成另外一个频率，从一个频率转化另外一个频率进行统计，叫做重采样。然后呢，将高频数据转化成低频数据，叫做降采样。将低频数据转化成高频数据呢，叫做深采样。那么往往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是这个降采样的过程。比如说刚刚这个时间戳它是当秒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不想当秒了，我们想到天，那就是从低到高的一个过程。说错了哈，从高到低的过程，那它是一个降采样的过程。之前一天中报了很多很多秒，但是我们现在不想统计其中每一个秒了，我们想要统计一天，统计一个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试着要使用 PANAS 重采样的技术。那 PANAS 重采样技术其实原理非常非常简单，它相当于只是做了一个分组。什么意思呢？它有一个方法叫做 resample。如果说我们把一个 data frame 它的索引是一个时间类型的话，就是刚刚 PANAS 里面时间类型的话呢，它可以直接调用 resample 这个方法。resample 重新的 sample 例子嘛，案例，对，案例的意思，对不对？ resample 这个方法呢，就可以把之前的按照某一个时间频率进行统计的数呢，转化成另外一个时间频率进行统计。比如说之前是秒，那么 resample 里面写上 m 之后呢，它就是按照月来进行统计。那么后面也是一样的， resample 之后相当于是个聚合操作，就相当于是个分组操作。那么后面还有聚合，那聚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后面写 min、 count、 std， 这些方法都是可以有的，能理解吗？这个字比如说看一下这里 t.resample.m.min， 这是什么意思呢？算一下当前一个月里面按月来统计它的平均值，是不是做了这个事情啊？能理解，对不对？这个下面的 count 呢，做了什么事情什么呢？就是来按照每十天进行统计它里面这样一个个数，能理解吗？或者说我们传一个其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频率范围，频率的缩写的字符串也是可以进行相关的统计的。那么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是算数，一个算平均值，还算中位数等等都是可以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用刚刚所学习的 PANDAS 的时间字符串时间序列技术呢，把我们911那部分数据的我们想做的事情呢给它做出来。那就有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911数据中不同月份电话次数变化情况。首先不同月份电话次数变化情况，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把之前以秒进行统计的那样一个数据转化成一个按月进行统计的数据啊，然后再把它统计一下它的次数啊，是不是要 count 一下呀？然后变化情况我们是不是要画折线图呀？是不是这个样子？折线图，然后呢 count， 你就做这样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新建一个 py 文件，能把刚刚那个事情呢给完成一下。page 这个地方是148，那么我们把刚刚读数据的这一部分给它拿过来用一下，在这个地方148。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得到一个 df， 那么 df 我们现在要把一个 timestamp 转化成一个时间戳了，对不对？转化成 PANDAS 里面的时间类型，就是 pd 点 to data time， 对不对？这个方法呢，我们传什么进去呢？就是 df 的这个字段，这样一个 series 传进去就好了，它就能够自动帮助我们把它转化成这样一个时间类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对它进行一次重新赋值，是不是现在 timestamp 那里面就变了？
变成了 pandas 的实验类型的呀。那么做这个实验之后呢，我们可以 tf 点 set index， 我们把它放进去，这个时候我们的索引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时间戳的呀？实际 pandas 的 data time 这样一个类型的呀？能理解吗？这个地方 set index， 我们看一下 set index 里面是不是一个 in place 等于 force 的这个参数啊？还记得 in place 吧？原地进行这样一个调整，对不对？我们来改成 true 就好了，相当于进行原地的这样一个修改。当这条这行代码写完之后呢，执行完之后呢，我们的 df 里面就有了一个 index 叫做 timestamp， 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 print 一下 df 的 head， 比如说 head 十、head 五，跑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来看一下是不是就变了呀？现在前面不再是之前的从零到两万五的二十五万的那样一个字符串了，那个数字了，而是一个时间戳，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911数据中不同月份的电话次数。那月份要怎么办呢？就是 df 点 resample， 对不对 ？resample s a m p l e， 然后传入月，月就是 m， 对不对？第二 count， 那我们。count by month， 来这个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是一样能打印它的 head， 你看一下2015年12月份只这么多，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这里面呢一共是从15年12月份到16年4月份这些数据，对不对？我们写的 head， 然后我们把 head 去了，我们看一下全部的内容。这个大家能看出来，我们只用取其中居民保营业就好了，对不对？没有必要取全部，对吧？我们只要取那个没有缺失那一列就可以了，就这个样子，一直到2017年9月30号，全部统计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只要取，比如说取这个 title 就好了，对吧？取出 title 之后呢，我们是不是相当于不同月份电话次数给算出来了呀？那算出来之后呢，我们需要体现这个变化情况该怎么办呢？画图了，对不对？画折线图，对不对？那画折线图也是一样，数据我们下都准备好了，对不对 ？x、y 什么的，是吧？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做下面一个事情，就是画图。那就是杠 x 等于什么呢 ？count by month 的 index， 对吧？那杠 y 是什么呢？count by month 的 values， 对不对？然后呢 ，plt 点 plot， 对吧？我们先设置一下 figure， 然后 figure size 28，然后呢还有 gpi 等于80，然后呢 plt 点 plot， 然后传入 range none 杠 x 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传入 y， 对吧？那么 plt 点 xtix， 对不对？然后呢把range none 杠 x 对应到我们的杠 x 上面去，对吧？那杠 x， 那这个地方呢，可能它会有重叠，对不对？所以我们要 rotation 一下，等于45度。那么 plt 点 show， 对吧？展示一下，我们重新跑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这是杠 y， 对吧？杠 y， 再来看一下，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样子的。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下面的这个时间呀、啊，是不是一个零零零零在后面啊？零零零我们是不想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就要进行可视化。那关于 data time 进行格式化，怎么格式化呢？记得这个方法吗？如果不记得，我们要怎么办呀？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在比如说 for in x 杠 x， 每个杠 x 是一个可迭代的，对不对？我们可以 print 一下什么呀 ？dir i， 是不是能查看到 add 所有方法了呀？我们在这里 break 一下，然后呢 show， 我们就先不 show 了。我们来看一下当前这个 i 有什么方法，我们忘记那个方法没有关系，我们看一眼它的具体所有方法，我们大概能够猜出来哪个方法是我们想要的，对不对？
后续大家也可以这样来做，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做他所有的方法。这是这样一个 data time 所具有的方法，但能看出来我们到时候要用的是哪个方法吗？还有印象吗？是不是这个方法呀？ Strip time 对不对？那么 strip time 该怎么用呢？哎，可能有同学又忘了对吧？那我们来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新写一个杠 x 等于 i for i in 杠 x， 那么对于 i 呢，我们调用点 strip time strf time 对不对？那里面传什么呢？年月日对吧？十分秒我们不想要的，那年是什么呀？百分之大 y 对不对？是不是大 y 啊？年月日我们就不打 m 是大 m 还是小 m 呀？ d 是大 b 还是小 b 啊？我们不清楚，我们先这样写还能不能行，不行我们就去查一下资料对不对？小 m 还是大 m 呀？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strip time， 看里面有没有 fmt strip time dt 的 strip time。是他自己啊，这是。这里面呢，好像是没有关于参数介绍的，对不对？是没有关于参数介绍的 ，strip time。没有关系，那我们先来做一下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呢，如果这里不行，那我们去查一下，百度一下，就会知道它这个时间戳到底是什么代表什么，什么代表什么了。因为刚刚我们也看过，对不对？哎，就是我们发现好像没有问题，对吧？2015 12-31 1-31对不对？就这样一个时间的字符串我们已经做好了，在这个地方。那通过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来通过我们的 resample 重采样的方法来按月进行统计，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对吧？没有什么太难的东西在里面，我们通过这里呢就能把这个图给绘制出来了，对吧？那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大概是前面和后面为什么都这么低呢？就刚开始最后一个为什么都这么低呢？因为统计的它不完整，对不对？当前这个月里面的数据，最后这个月的数据和第一个月的数据肯定是统计的不完整的，所以它才会出来这样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况在这里。那么正常情况下它应该都是在这样一个水平中间，这样一个水平对不对？可这个样子。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接着来看什么呢？下面第二个问题，我们要统计出911数据中不同月份不同类型的电话的次数变化情况。不同月份不同类型，我们新建一个 PY 文件啊。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这个是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个读数据的这个操作也拿过来用一下，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呢？首先它是不是得先分个组呀？分组是什么意思呢？不同类型的组是不是得分出来呀？分出来之后再干什么呢？对其中的每一组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去做一下前面这一步做的事情啊？ resample 一下那个月份，对不对？能理解吗？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它的这个类型呢其实没多少种，对不对？没多少种。那么我们这里首先要把它类型给拿出来，这个是应该怎么拿呢？拿之前呢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拿过来，就是先把它设置为索引，但是这个操作都是通用的，对吧？三步，每个地方我们都是要做这个三步的，就对吧？就是把这些注释啊，把时间字符串转化为时间类型，设置为索引。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相当于取分别不同的组了，对不对？取分别不同的组是不是和之前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呀？我们在142里面是不是做过这个获取分组这个事情呀？那获取分组这个事情我们刚才在做的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干什么呢？把这个拿过来就可以了。拿过来之后呢，
DF 里面是不是多了一个叫做分类的这样一个东西在里面呀？这个地方能理解对不对？那我们把它拿过来，这个地方是设置添加列表示分类，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做到这儿就做完了呀？先也是一样的，按照冒号和空格进行切割，切割中的取零个，进行一个取到之后呢，然后呢，在这里我们创建了一个求零的这样一个数组，然后呢，就求零的数组里面是什么样子呢？这是全 np 点 array catalyst catalyst 之后，然后 reshape 了变成了这样的样子，变成这样的样子之后呢，我们相当于多了 cut 这样一列，要 cut 这样一列之后呢，里面的内容都是什么呀？就是刚刚的我们所有的这个 file 或者 traffic 或者 EMS 这个数据在里面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使用 data frame 对它进行了 reshape 了，对不对？之前的 catalyst 里面确实只有一个数据，但是我们现在变成了2500行一列的这种样子，对不对？那个组数，那这个分类是不是在 cut 里面去表示的呀？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干什么呢？进行分组了，对不对？那分组该怎么分呢？分组该怎么分呀？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呀？分组 ，df 点 group by 嘛，这个不好理解吗？按什么进行分组呀？是不是按照 cut 进行分组就好了呀？按照 cut 进行分组之后呢，这是个 group by 对象，对不对？对。那所以说我们应该编定它，对吧？是不是应该编定它呀？因为它里面现在有三个组，每个组呢，我们都要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去按照这个月份来进行统计，对不对？那比如说 for 这个 i in 它，对吧？那这个 i 呢，大家知道它是个元组，对不对？或者我们记个 group 的 OUP name， 然后还有 group 的 data，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做呀？然后呢，这个是就是当前这个组的名字，比如说它是 file 或者 EMS 都是没有关系的。然后这 group data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对不同的分类都进行绘图。那这绘图这个事情是不是刚刚这里一样的呀？是不是和这里一样的呀？那所以说由于和这里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拿过去，对不对？拿过去干什么呢？我们定一个方法，我们在这里定一个方法 df plot mg 这个方法，把数据拿过来。首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 df 传进来，对吧？就 df 的 resumm 按照月份进行分组，那分组之后呢，取 title 那一列，取 title 那一列之后呢，这个 print 没有必要了，然后就画图取 x 取 y， 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也删了。然后呢，把这个时间做一下处理，处理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这个 plt 点 figure 这个东西呢，我们可能放过来不是特别合适，对不对？我们需要把它放到哪儿呢？放到最外面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相当于是个全局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分别每个地方就实例画一个 PLT， 那就相当于画三个图。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把这三个图形呢放到一个图里面，那就是一个全局的 PLT， 对不对？然后这里 show 也是一样的，在最后面才能 show 一下，对吧？然后中间呢，我们就不停的去绘制就好了，对不对？然后设置一下 xtix 这个事情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最后面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plot img 这个方法往外调用一下就好了。然后呢 ，group data 放进去是不是就好了呀？是不是这个样子呀？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到时候肯定要添加一个图例，对不对？图例我们添加一个 label， 啊 ，label 在这里就等于什么呢 ？label，label 等于 label， 对不对 ？label，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的，我们把什么传进去啊？Group name 传进去就好了，对不对？那我们在这里既然添加了 label，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图例 plt.legend， 对吧？然后呢，也是这个样子 ，roc 等于 best， 然后自己找个位置就行了。是不是这个到这里我们这个图形这个事情就做完了呀？能看出来吗？首先实例化一个 figure， 实例化一个 figure 之后呢，我们调用这个方法，调用这个方法呢，每次在这里进行了画图，对不对？那画完之后呢，这个地方呢再show一下就可以了，对不对？
相当于我们是可以把这段代码完全本本的复制在这里，都是也是一样的。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定一个方法放到最前面去，对不对？这地方能明白吗？那么下面呢，我们跑一下这个程序，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杠 x not defined， 这里写错了，这个是杠 y 对吧？第40行，杠 y， 杠 x， 杠 x 没有定义，对不对？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又在里面，对不对？在里面的话呢，看的不是特别方便。对吧？因为它相当于杠 x 在这个地方呢，它相当于目前是个局部变量，对吧？是个局部变量，对不对？那我们在外面定一个杠 x 杠 y 吧。啊，定的话呢又特别丑，对吧？定的特别丑，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放弃了，对吧？不要复制进来算了。不然的话，代码用 global 的话就看着特别丑。当然我们使用面向对象的话呢，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对吧？使用面向对象这种方式呢，就能够非常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group name， 然后呢这 group data 放到这里来，然后呢这个 label 就是 group name， 对不对？在这里的，对吧？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思维，便利它，然后每次都画一个图，画一个图之后呢，然后呢再试一下 x 轴的刻度，对吧？重新跑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他为什么还是会提示我这个问题呢？杠 x 没有定义。x 没有定义的原因是不是这里 for 循环没有执行呢？对吧？我们在这里打一下杠 x 就可以了。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如果它执行的话，杠 x 应该绝对是有的，对不对？在 for 循环里面，这杠 x 就有值嘛。所以只有当 for 循环没有执行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可能它才会出现问题，对不对？是吧？没有出来，是不是杠 x 没有出来的？说明这个 for 循环没有执行。那 for 循环没有执行，说明 df 的 group by 是空的，对不对？那 df 的 group by 是空的，说明什么呢？cut 这一列 time df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来 print 一下 df 的 head 看一下样子是什么样子的不应该呀、啊、cut 这一列全是为 NA 的对不对那看到这里为什么又是 NA 呢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df 的 title split 然后 reshape 之后 df 我们在这里呢也来打印一下什么呢 cut list 这个写个一它是有内容的对吧有内容 pd.np.array cut list 点 reshape gf shape 0 gf 的 shape 0这个地方不应该有问题啊为什么 reshape 之后它就变成 NA 了呢cut list np.array 咱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打一下它
它有内容的对吧？它是有内容的，但是呢我们把它放到 df 里面去， df 的 head 里面就变成 none 了，知道为什么了吧？问题就在于这个地方，他们的这个索引不一样，是吧？在于他们索引不一样，大家看出来吧？前面 df 它索引是什么呀？时间戳，但是这个地方 pandas 它的索引是什么呀？零一二三一直到最后，对不对？所以 set index 这个操作我们放到后面就好了，对吧？这地方能理解吗？因为后面这个 pd 的 data frame 它的索引呢是从零一直到，比如说25万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 df 本身呢，它是从零，它是从这个时间戳开始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把 cut 这一列置为这个 data frame 的时候，相当于它也会取对应的索引的值放进去吧？但是它在里面取对应索引值呢，发现找不到，对不对？找不到，全部就是 NA 了。那我这样写应该就没问题了。我们再来跑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这个地方大家能够明白吗？就是我们自己建的这个 pandas data frame 它的索引和 df 的索引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把 set index 这个操作放到后面去进行。能理解吗？这个地方是不是能理解，对吧？这地方能看明白吗？大家都不讲话，对不对？不讲话就假装大家看明白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图已经绘制出来了。整体来看呢，这样一个黄色的火灾这个情况呢，是要比 EMS 要小很多的，它是最少的。那么其次是 traffic， 最高呢是 EMS， 对不对？这个形状本身呢，是我们之前统计整个数据它们本身的形状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差不多的哈，大家能明白吗？这个地方我往 df 里面 cut 放一些数据，但这些数据它本身是有索引的，对不对？它本身是有索引的，但是我们自己建的 pd 的 data frame 的索引呢，和 df 的本身的索引是不一样的。 df 本身的索引是时间戳，但是我们自己新建的 data frame 这个索引呢是0到25万，对不对？它们所以不一样，所以它会去把一个每个值放到，比如说把第一个值呢放到这个索引的位置，然后它从这个 pandas 的 data frame 里面去找这个索引的值，发现没找到，没找到就会报错了，对不对？所以在前面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让它自己默认的那个索引也是一样的，从零到最后，从零到二十五万，那这个刚好也是零到二十五万，所以当我把这个 df 的 cut 等于它的时候呢，它刚好能够一一对应上去，因为它们索引是一样的，对不对？能理解吗？这个地方班上多了个姑娘呀，好，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这个程序就写完了，对不对？那程序写完之后呢，我们在这儿show一下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我们之前是一样的。那当前这个代码里面呢，我们有这样几点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样一个，当我们把一列数据复制到另外一个 data frame 里面去的时候，复制到另外一个 data frame 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两个数据的索引必须一致，否则的话就会出现 NA 这种情况，对不对？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用了之前 group by 之后它的一个可叠对象这个属性，我们对它进行多次绘图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我们非常清楚 group by 之后呢，它是个元组，元组里面有两个数据，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写了两个数据 for group name for group data in 这样一个 group by 的对象，然后呢它进行了三次循环。第一次循环的时候呢，比如说这 group name 呢它取的是 EMS， 那么 group data 呢就是全部是 EMS 那个 data frame， 然后它做的事情和之前一个练习一样，按照月份进行分组来统计一下个数，然后呢来获取态度这一列，然后把它绘制出来。那绘制出来之后呢，我们又进行了 group name 等于 file 这一列，对不对？然后进行了后面的事情，每个事情呢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所以通过这个 for 循环呢，我们能够在当前这个地方呢绘图绘制三次，对不对？对吧？绘制三次之后呢，我们统一的来进行 show 一下，那就相当于一个图形上面呢会有三个形状。然后刚刚呢我们在里面添加一个 label 这个参数，那 label 呢刚好我们以的是它分组这个依据，就 group name 来进行的这样一个设置为了 label， 然后呢通过 legend 把这个 label 给显示出来了。那当然呢当前这个图形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来绘制 x label 和 y label 以 title， 对不对？来告诉别人当前这个图形到底是什么。这个练习大家有问题吗？还有哪个地方有问题？这个地方大家看明白了吗？为什么我需要在这个地方添加 cut 这一列，然后呢还需要把 set index 放到后面来做的事情？能明白了吧？因为它两个索引我们需要保证它一致的，
才能够让他能够添加成功，否则的话呢就会出现 NA 这种情况，对不对？然后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再来 set index， 对吧？这是关于这个地方。我们代码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并没有像之前写爬虫一样的去写成这种面向对象或者是面向过程这种方式，我们直接从上往下写的。那当我们要做的操作非常多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小的细节里面呢，我们都是可以写的面向对象这种方式呢，来把它写得更好一些。好，就是这个地方。